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X 的谢天一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，谢谢。耶！谢谢。然后团建的话，就刚刚桃子情绪波动那么大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没事，你说。就也没有什么，就希望，就一般跟桃子出去的话，他会把所有东西都计划好，然后时间定好，然后地点定好，然后什么都计划好，就希望如果大家一起出去的话，我们可以不用动脑子，然后他一个人给我们计划一下。然后最好的话可以有一张类似于像什么黑卡呀这种什么卡呀，就是刷刷刷，最好每人一张，我给你一个丝巴联名卡。然后就没有别的，就这两点简单的要求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谢谢大家。